虾米相亲？台湾最茫茫的台北相亲，你哪拄着？妈妈好，拄着青海就袂错青赛，人生海海，唯有青海。你爱你爱回来哦，无我袂甲你亲哦。好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大家还在开玩笑，学学他们。清风明月照学子，海月齐鸣扬帆又登峰。有人说，热情就像海上的灯塔。有人说，勇气像海上的风。您就像熊大般的帆，陪伴孩子乘风破浪。谢谢您给我们没有期限的智慧书香，祝福您在退休的日子里能继续执笔佳慧子弟，继续登峰造极哦，偶尔也要回头看看我们哦。恭喜恭喜！起初我以为你很像太阳，温暖但靠太近会灼伤，后来才了解你也像月亮，温柔但倾听我的迷惘。我看见你做的一般老师都是教两年就结束了，可是现在老师教了我们三年，这六年来最带最好的老师，数学，然后国语，然后有的时候就青海老师带体育，教我们阅读一本书，然后讲解哪本书。老师就叫我们写那毕业挑战1200个字的作文。目前预购最好了。会请我们吃东西呀、啊。之前数学很不好，然后就是他教了之后就变不错。有时候很凶，然后有时候蛮搞笑。会讲笑话给我听。老师就有时候就很喜欢写写脸嘛。对啊，然后写到的时候在那边动，然后他的脸就是很喜欢这样，突然僵住的脸，然后就讲。青海老师，你该减肥了。祝老师减肥成功，瘦身成功。对，瘦身成功。老师祝你快像以前那个身材，留那个胡须须。谢谢青海老师这三年教导我们，然后陪我们一起去骑脚踏车，带领我们。祝老师健康平安，毕业快乐，然后减肥成功。老师谢谢。老师。你好棒棒，很棒！